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Stan 2月18号在首尔召开了 HMA 颁奖典礼当天因粉丝们为了近距离观看歌手们而涌向与歌手们较近的站立区域发生了安全问题舞台下方的混乱状态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引起严重的事故为了应对站立区域粉丝们的安全问题 ESPA、CHERUBISM、ATG 等 idol 们亲自向粉丝们呼吁因为危险请往后退一下并且向一些情绪较为激动的粉丝递水以安抚情绪同时也向保安人员发出请求以确保现场的安全和秩序实际上当天在现场的粉丝们透过社交媒体留言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最后被抬到了急救室一开始就被挤得太厉害出现了腹痛真的只想离开从后面不断被推挤脚被踩得厉害情况混乱到让人情不自禁地说出脏话然后当天在CHERUBISM舞台结束后出现了要求成员金基勇退团的观众有传言称要求金基勇退团的观众和他的粉丝之间发生了肢体冲突除此之外网上还流传着更多的传言和小插曲包括有粉丝在站立区便便以及一些粉丝踩到等的后续曝光和目击谈对于这起所谓的便便事件的真相尚未明朗但有部分网友们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人群持续推挤导致一些人无法及时前往洗手间而发生的据了解坐在公开等候区的歌手们对于目睹的一切情况感到非常震惊而对于这些事故 HMA 举办方没有发表任何正式立场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粉丝们拍下的现场影片2月19号 LESLAPPING 公开了 MIN 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一集而歌曲一公开就登上了美龙 TOP100 的11位不到13小时 MV 就达到了1000万观看次数第一天的专辑销售量突破73万9000张的成绩非常好但是网友们的反应非常极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LESLAPPING 新曲一集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跟一直以来的主打歌风格不同有点单调但收录曲还不错因为 Fearless Anti-Pressure Unforgiven 的概念或氛围都很相似所以我认为这时候改变一下方向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这是什么但听了三次后就觉得超好听哇我完全不喜欢根本听不懂歌词在说什么整个专辑给人的感觉都太过放松了不符合我的口味平淡的歌曲加上激烈的舞蹈真的很酷歌曲本身就像流水一样好听觉得歌曲本身是很好但成员们似乎没有发挥出来唱的是缺乏自信的音域带有些模糊的发声和发音 MV 给人的视觉效果新鲜而华丽但和歌曲不太搭配衣服和舞蹈也有点不太协调单独看每个元素都还不错但合在一起就感觉各自为政有点遗憾很像是好听的美国流行歌曲一样可能因为不太符合人们对 LESLAPPING 的期待所以有不少人不太喜欢但歌曲本身听起来真的很不错老实说如果不是 LESLAPPING 的话可能听一次就不会再听了收录曲 Swan Song 和 Smart 真的很好听一定要听听看所以 LESLAPPING 新曲 EZ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